没有个人财了。花点钱没关系，只要能化解就行。这两盒月饼呢，价值500元，不是普通的月饼，你拿回去服用一下，对你有帮助。好的，好的。未来10日之内，不能再假停留，一定要往外跑。大师，这两个节到底是什么节啊？一个中秋节，一个国庆节，还有什么？